大家要知道水晶不是要很大很大才帮到你，是你要放在手上依晚跟他 connect， 你就知道原来他就是真命天子了。清除负能量，清除负能量，清除负能量，最近是不是头头碰着黑好黑仔呢？上来找我 Peter Sir， 我用水晶帮你清除负能量。好多时大家我哋戴吊嘴，尤其是大家睇睇啦，绿陨石嘅吊嘴啦，嗱佢帮人通心轮啊嘛，好出名，疗愈之石啊，会开心啊，同埋咧爱心啊爆棚啦。咁好啦，咁咩嘢 size 先有效呢？其实咧大家睇睇啦 ，average 好似呢啲 size 咁样啦。咁如果系得翻一半咧，咁有冇效呢？又甚至乎咁丁咁多又有冇效呢？其实咧你大家去睇下吓，有冇见到啲戒指？哇！成个咁大个放咗上去咧，系咪好少噶嘛？咁戒指当然通常系配衬嘅。嗱，咁我讲翻啦，大粒、细粒有冇效咧？即系个分别咧，嗱，咁其实大细吓，佢都一样系有效噶，只不过咧吓，咁咧，你戴上去，你去 feel， 我成日讲噶，你唔好净系去讲，你摆喺手去感应一下，俾一两分钟感应一下，你会感受到，咦系，我喜悦啦。我好开心，我好多光咧。其实呢个先系最紧要啦。我试过咧，有啲 fans 咧，唔系一个嘅，佢同我讲过，佢第一粒水晶咧，嗱，好似豆豉咁细粒，佢系揸住喺手，哇，佢简直咧成个人啊蜕变咗，爱不释手。嗱，呢个系点解？因为个能量啊系同佢相应咗，唔好话好大啊，细细粒都一样系可以帮到你嘅吓。但系如果同你相应唔到咧，讲真啦，成个保龄球。我俾你揸住，你都系 feel 唔到啊！好比嗱，饮一杯水又得，饮一啖水又得，都系可以帮到你，系咪？咁嗱，视乎系每个人都唔同嘅，视乎你自己个感应啊，系。如果你摆喺手度 feel 到，哇，好强烈，我好开心嗱，呢个咧就系正宗嘅一种去选择嘅方法。